啊，人家说吃饭皇帝大，好，就吃饭是很重要的嘛。所以第一个大家知道这个动词叫食べる。食べる。那因为我们下周要到社区去跟民众一起，好，一起参与我们的跟日文相关的，那我们就做这个，好，就是他们可以做好以后很漂亮，可以拿回家使用。日文是一个木管乐器的哈，当时它其实是比较少被用到的，可是它就用这个木管乐器那个哽咽的感觉哈，来描述这个年轻的少年郎获得他喜欢的女主角的这个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人哈，这个生活到比较有点年纪之后，希望提升这个生活品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艺术活动啊。至少每周把握这2到3个小时的时间，让自己有一个科技以外对人文啊，对一些欣赏的观念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对大家来说一个更好的沉淀或一个新的想法。我一直想说玻璃这个材质，它是真的在未来它是工艺或是艺术创作最好的一个素材，整个社区更和谐，更能够走出来，更能够有参与感，这好像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吧。我觉得琉璃珠它会按照你的心情然后变成不同的变化，做琉璃珠的创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外面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之类的，你就会被隔绝在外面，就是它会有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空间。这样我们经过就是很多学习啦，很灵活应用，因为我们遇到问题然后我们重复的去，比如说我们那油饭我们不合家口，我们做辣味的还是要做那个传统的，还是北部的口味还是南部的口味，如果说做出口碑来的话，让更多的人能利用，充分的利用这个事情。这边上课几乎都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长辈的，但他们有些 idea 也是蛮好的，等于说是可以互相交流这样子。我们这个是不分年龄的，因为我们这个漆艺有很多的技法，我们可以把它当一个文创的作品。那曾经有好几个亲子，就是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上这个课程，干了以后给它磨掉，慢慢的磨，它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的颜色都会显出来。平常其实说真的，工作不会运动，有那么多汗啊，然后就是借由这个运动可以让自己流汗啊，就对身体很好。舞蹈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释放压力，还有就是平常我们可以做养生的运动，就是我们培养我们自己的肢体语言还有自信心最好的方式。我们利用舞蹈啊，结合公益，可以让更多的人哦，就是看到舞蹈也快乐开心起来，那借着舞蹈又可以让身体更健康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投入很多公益活动，包括我下礼拜六会参加新竹的那个身心障碍的那个嘉年华会。好，我们也是赞助演出。我刚开始的第一堂课程的时候，了解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做过这一堂课，这类似的课程，大家能够在身心灵方面都能够得到，很愉快，还有在家庭方面大家也能够和乐这样。那在这个活动当中，那认识很多朋友，然后也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比较健康，在家里面也可以带动一些生活的一些活动。让孩子也可以那个加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课让我学到还蛮多的，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参与这种活动。我觉得这个社区大学哦，它规划了很多种的课程，有静态的哈，也有艺文方面。那每一个学员都可以针对他自己的所需来选择各种课程，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蹦蹦跳跳啊，让我的那个筋骨能够活络，而且我们的同学啊，都很年轻，好，跟他们在一起我会更有活力。嗨，我是60岁的学生。嗨，我是65岁的学生。是65岁的学生。70岁的学生哈。社区大学有你真好，耶！